取一根 1.6 米长的皮绳，珠子放食指与中指之间，绳子在手指上绕六圈。绕完后，绳子横着绕六圈。横着六圈绕完，取下手指的线圈，绳子在手指留的孔里绕六圈。绕完后开始调线，取最外面一根开始调线。调好后，绳头做挂绳，取长的那根绳子绕一个 S 形，再拿另一根绳子在 S 绳上绕四圈。绕完后，把绳头穿过 S 绳预留的孔，收紧前面线头，剪掉线头就完成了。线头烫银即可。美美的挂件完成了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哦。